To suspend you. Okay.
해석해서 미워하지 마. 말 그대로 욕이야. 나쁜 년. 다 알아요. 나쁜 사람, 나쁜 사람. 그러면서 다들 그리워들 해요. 옳지 않아. 혹시 그리되면 제가 보상을 줄게요. 아직도 많이 좋아한다. 네 멋대로 해석해서 미워하지 마. 말 그대로 욕이야. 나쁜 년. 다 알아요.
那么这些节日呢，无一例外，主要的目标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向你多买一些。那么当然了，也有人会批评这些节日呢，完全是为了消费而生，只是鼓励我们消费而已。最简单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在美国的所谓黑色星期五，这个星期五那样的一种传统迷信，指的是什么？节日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一种节日形态啊，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已经遗忘了的。而现在我们找不到的最早的一种根据，可能是来自古代埃及的历法。是因在星期日那天，你要找地方吃饭。它是美国的名校，都有一些节日嘉年华的。一人暮らしはさ、何かと大変だからね。楽しみだ。
熱い。うん。昔これで。你是